你觉得？好，爸爸，来吧。这样吗？哦，这日式的，这很痛。这个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好。我吗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哇哇哇！哇哇哇！但是你们怨不得人呐，游戏就这样子，来嘛，乖乖接受处罚喽。可以了，算我们拳法最近有练，因为来宾太多人来要求要玩拳法。不过现在插播了，刚刚玉兔插播，现在他要演唱《热浪》。好。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不会吧？彼此点亮交换速度，现在起用舞步来证明，热辣来袭，心跳加速，跟着手跟着我一起跳动，让身体焦点失着，别害羞，呼吸抓紧节奏，跟着我怎么样？他刚刚唱的很性感，很性感吗？很性感。因为一般啊，要把这气氛带动。你刚刚觉得你的气氛怎么样？气氛感觉好像我比较自嗨的感觉。啊，确实啦，你刚刚在那边，我们是想要聊天，但是又碍于音乐有点大声，我们就尊重你唱完，我们再聊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那个他的部分，刚刚也是带动，好啦，他刚刚有唱热浪，那你们现在也要带动我们现场去。好，刚是唱结果嘞，是现在唱别人的了，有没有？有，去 KTV 必点嗨歌。什么样的嗨歌？今天带来的？带来我爱台妹。黑社会妹妹赶快跟我跳啊 ，Go Go Go！ 我们是 WO， 跳舞不是油头叶教授，我的 homies 叫我 For O For Show For O。哎，就喜欢你太太，等等去家里红牌要不要来？只怕你过来太快，明天要去庙里收金拜拜。Yeah， 喝好 high，We can touch the sky。Yeah， 我们 this is my one night in Beijing， 我留下许多情，是我的都不可能放我借壳。就知道我玩绕舌，如果是你这么大，那么怀旧换你唱。我爱太美，太美爱我，一直唱一直唱，对我来说林志玲算什么？一直唱一直唱，我爱太美，太美爱我，一直唱一直唱，对我来说何必真算什么？Yo， 我爱中国小姐，我爱黑社会的美。100好贵，有没有？如果能够和你共枕眠，更多的奶粉钱。今天大嘴巴来到这边，九位摄影棚，九位人的很老大，现在跟你拜码头，希望等一下可以跟他们交个朋友，不要介意。现在不要太啰嗦，知道这段没有蕊过，所以相信我，现在 freestyle， 全场都在看我，怎么办？接下来这一段赶快接下去，所以马上就要接到最高的手，拿起来这
来说高培真算什么？ Yeah, 谢谢。点的哦，必点，对不对？这很好带气氛啊。有刚刚那个小丸被影响到，你是有吃喉糖吗？什么意思？还是广告？要嗨一点，我就一直。隔壁耳朵快聋了。好了，现在要玩游戏时间了。对，好，妹妹，我们接下来玩什么？没错，我们第二关呢就是叠叠乐游戏啦。第二关心跳叠叠乐，全员轮流从五条向上叠，不小心把整桌弄塌的人，爱的小手伺候不宽待哦。太简单了吧？要放上去？一开始放上去吗？嗯。哇，好，等一下轮到了。好，太危险了，下一位。好。哎，小心哦。想要害人，别没那么难，不要那么心机。如果我再，哇，怎么样？如果我再拿这根就太狠了哦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要不要不要玩那种。好危险！哇，这很危险呢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这边后面不用玩了，先休息一下。好好好，先到我。冷峻，冷峻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你会害到自己，对，你会害。哒啦。气人代表我在看。好，下一位。大牙，太危险了。然后这个聪明，安全这种顶流，对啊，厉害厉害。这叠叠乐一开始这么简单，所以不浪费大家时间。哎，咱们一压框带过去，直接跳到刺激的地方吧。来看看第十棒咬咬了。你不